第五条清戒是见四众尊长不成礼拜戒。若优婆塞受持戒已，若见比丘尼长老先素，优婆塞优婆夷等不其承迎礼拜问讯，是优婆塞得失一罪，不其堕落，不敬有作。一个受持菩萨戒的在家居士见到了四众啊，都应该要以欢喜心啊，欢喜慰欲，欢喜的这个迎接，就是要合掌欢喜，这样去恭敬四众弟子。那么说作为佛陀的弟子，不管是在家中啊出家中，大家就是要有这种欢喜心，见了面相互的合掌问讯，互相的安慰，这样子呢就能让四众和合，四众和合了，心里啊没有这种种种的彼此的知见，彼此的挂碍，这样我们佛法就容易兴盛。那么这条戒律呢也是说来挑拨我们的我慢心的啊，人是有种种的我慢心，慢心吃剩，总是感觉别人不如我们啊，或者说容易见别人的过失。另外呢就是我们很容易的把一些这种合掌问讯的做成一种形式，而没有一种心的恭敬，这就叫法不入心。我们心里啊显现的是烦恼啊，像很多人是吧，见了面也是笑一笑合个掌，那心里呢还是想着自己的问题，想着自己的烦恼，自己的挂碍，这样呢就不是合掌问讯的样子。你看大家合掌的时候，这个掌的位置在哪里啊？就在心窝的地方，对吧？就是我们佛法的这种对人的恭敬是从心而起的，从心而起，但是由心而发。合掌当胸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有诚意，对别人要有恭敬心，对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对他们要有恭敬心的。就当我们合掌的时候，一定要赶快提醒自己，哦，不要胡思乱想了，要远离这种颠倒梦想，赶快提起正念来啊，这样就能得恭敬之意。否则你看现在社会上很多礼仪的培训都很虚假了，对不对？人和人之间见了面，哎，一边握着手一边寒暄着，好像好久没见面的一样子，特别亲热，其实心里是很冷的，心里一点都不温暖。我们学佛的人不要这样子啊，就是要礼呀，要从心发，从心发出来的礼才具有礼的功德，才具有这种恭敬的功德，才会让人感觉到温暖。所以这是对四众的这个承迎礼拜问讯这种礼仪啊，一定要从心发，不要把它做成一种形式。那从心发就是要远离我们的妄想啊，拜佛的时候啊心里不要打妄想啊，是吧，敬佛如佛在，就像佛陀真的在面前一样。如果我们以时时以这种心去关照，我们敬佛，佛就在啊，就在我们面前接受我们的礼拜一样，这样我们的心就会恭敬虔诚，恭敬虔诚就能让我们远离颠倒梦想。所以礼的作用在这里，就是升起我们的正念，远离自己的颠倒妄想。第六条清戒是见四众毁戒心生骄慢戒。若优婆塞受持戒已，若见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毁所受戒心生骄慢，言我胜彼，彼不如我，是优婆塞得失一罪，不其堕落，
不敬有作。这就是说，一个在家菩萨呢，如果看到四众啊有犯戒的情况啊，自己会心生骄慢啊，这是不可以的。我们上午也讲过了，是吧？如果一个人因为破戒的因缘，因为毁戒的因缘，升起猛烈的惭愧，而精进修行，升起这种堕落恶道的不畏心，啊，他从此以后谨慎自己的言行，啊，严持戒律，精进用功，这样反倒成为一种修行成道的逆增上缘，怎么可以轻慢他呢？不可以轻慢别人。你看过去很多的祖师啊，对这些破戒的人、毁戒的人啊，都是心存着这种呵护的。譬如以前有一位祖师是这样做的，他有一个徒弟犯戒了，犯戒之后呢，按照丛林的规矩是要默病，就默病就是大家一起啊把他赶出去了，不让他共住，戒律里边是这么说的，犯了这种根本戒啊，要赶出寺院，不应共住。但老和尚呢，就做了一件事，在自己帐室的后边单独建了一个房子让他来住，很多其他的僧众呢都非常烦恼，为这个事啊非常烦恼。那么老和尚就给他们讲了一个道理，他说他呀不是没有道心，哎，是有道心的人，只是习气重而已。他现在犯了过失，你赶他走，走了之后他的名声走到哪里啊都传出去了，没有人会收留他，他没有地方住啊，所以他这一生的这个道心呢就没有地方让他好好用功了，因为大家都讨厌他，都诽谤他，都打击他，都不给他地方住。而在这里呢跟大家熟，是吧，我们把他留在这里，他可以啊好好的忏悔，好好的用功。后来呢这位破戒的师父就是在老和尚慈悲的感召之下升起猛烈的惭愧啊，精进用功，然后就这一生就成道了。所以我们也应该去学一学这些祖师的这些风范啊，看到破戒的人，看到种种有过失的人，我们不应该去执着于别人的过失啊，看到别人的过失我们就生嗔恨心，就生厌恶的心，这是不可以的。这个呢瞬间这个心一起，我们就得失意罪，失去了菩萨的意乐，就远离了菩萨的戒体。所以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要马上调伏自己啊，要去理解别人，宽容别人，还是对别人升起慈悲心，多去关心他，呵护他。那么一个人的成长和成就其实全部是来自边上人的呵护赞叹和欣赏，而不是来自于打击。当然有些人在种种的逆境当中也能够顽强地走出来，从世间的角度来说，但是一般这种人走出来之后他一直在一种阴郁的情绪里边，他纵然是在某一个行业有了成功有了成就，这种愤世的心去不掉。而且一般人呢，一般的凡夫众生在别人这种诽谤或者说这种冷眼当中都很容易迷失自己。有句话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就这个意思。就大家的口啊，大家口和大家的这种冷眼啊，能够把一块金都给化掉，把一个人的骨头啊都能挫骨扬灰，就这么厉害。
这个世间的冷漠，有时候我们想象起来也很可怕，是吧？一个人成就的时候，大家都愿意锦上添花、追星逐月；一个人一旦得失势了，啊，一旦出事了，大家对他冷言冷语，啊，很寒心。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在家的菩萨呢，要有这种慈悲心、温暖的心，看到别人犯了过失，不仅不能生骄慢啊，也不能生厌恶心和嫌恶心，而应该自己啊好好的去帮助他、呵护他啊，不要让他感觉到我们讨厌他啊。你给予别人的一点温暖，可能就是别人成就的一个助缘；你给别人的一种冷漠呢，可能会成为别人堕落的一个因缘。那么欧益大师也说过，他说见他毁戒应生大悲，又应自省，何可心生骄慢，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意思啊，要生出大悲心来，也应该自省自省啊，看看自己啊是不是清净啊。我们很容易五十步笑百步了，别人犯的这个过失大，我们别的还也有很多过失呢，所以人和人相比有什么好骄慢的呢？别人有的缺点我们没有，但别人有的优点我们也没有啊，就这样调伏自己的骄慢啊。第七条戒律是不吃六斋供养三宝戒，若优婆塞受持戒已，一月之中不能六日受持八戒供养三宝，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这就是说我们受了在家菩萨戒之后，应该坚持每个月的六斋日要受持八关斋戒。哪六支斋日呢？每月的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和每个月最后两天，这六天。那在印度啊，是说这六天是什么日子呢？这六天是恶鬼逐人日，就每个月的这六天呢，是这些世间的恶鬼啊最猖獗的日子。可能这六天呢阴气比较重，与恶鬼相应，那些恶鬼出来啊到处想着损害别人，所以这六天我们应该修斋戒，多行善业，诵经礼佛拜忏，这样子可以免于灾患啊。人如果在这六天啊放逸作恶业，那么就很容易受到恶鬼的侵扰啊，或者被这些恶鬼啊吸食精气，或者让这些恶鬼给我们制造种种的障碍。那这六斋日呢，作为一个在家菩萨应该受持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啊。当然从八关斋戒这个斋法里边说，这八条斋戒呢应该到从僧边受，都到寺院里去啊，从僧边受。但是如果我们就是说离得寺院太远太不方便，尤其现在交通这么拥堵，有时候啊担心去了来不及受就过午了，那也可以自是佛前受啊，就是自己啊早晨起来要发愿自己这一天要受持八关斋戒。接斋接斋的一个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叫斋，斋就是过午不食了，就是过了正午之后到第二天早晨明相出之前不能吃东西，只能喝一点水。如果饿了呢，饿了可以喝一点飞食浆啊，这叫八关斋戒接斋。那关于八关戒斋呢，我们就这里不多讲了，如果大家以后需要可以啊给大家再做一个单独的讲解。那
那么第八条清戒是不枉听法戒，若优婆塞受持戒已四十里中有讲法处所不能枉听，使优婆塞得失意罪，不其堕落，不敬有作。这里说的四十里呢，是说我们这是按照古人的习惯，四十里啊去了这一天还能返回来啊。那我们现在有车就方便了，有讲法的地方呢，知道有讲法要发心去听啊，发心听啊。有一句话是说，是经典里边的话，就是佛法无人说，浅智不能施，不能识。就众生的智慧很浅陋，很浅陋啊。我们有的只是世智辩聪，世间的聪明我们很厉害，因为在这个世俗社会当中打混啊，养成了我们的世智辩聪。但世智辩聪啊，恰恰是与佛法相违的。要想得到佛法的般若智慧，一定要去听法师讲法。为什么？法师他是应该从世俗的角度上，他是专业嘛，是吧？他是专业的修行者，应该说啊，因为自己时时刻刻这样用心这样修行，他讲出来的佛法跟我们理解的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啊。他知道法的根本在哪里啊，知道法的归趋在哪里。而我们用世智辩聪想出来的，夹杂着自己的烦恼想出来的佛法，这个是有害的啊。所以应该发心去听法啊。但是如果说知道那个法师的语言我们听不懂，也没有翻译啊，或者呢说知道那位法师啊，他讲法颠倒错乱啊，还有呢就是知道那位法师所修行的法门与自己的法门不相应啊，怕影响自己的知见，那么这些理由不去听呢也都是合理的啊。这是眼莲法师说的啊。或者自己有了重病了啊，自己当天不能动，或者自己啊有其他世俗的安排，自己安排不过来不能听法，这些呢都不犯，都不犯了。但虽然不犯，我们不能听法呢也要生惭愧心。为什么？自己不能去听法也是自己的障碍啊，障碍。有讲法处不能听是自己的这种修行的障碍，是自己的善根的障碍。不管以何种原因没有去听法，这说明一定是自己，要么是自己的这种知见有问题，要么呢就是说自己的般若智慧有问题，不能圆融法义，要么就是世俗的挂碍太多，所以也要怀着惭愧的心，而不能怀着理所当然的心啊，认为他讲的与我不相应啊，或者怎么样啊，心中升起这种慢心或者说是焦心，这个是不可以的。嗯，我们可以不去呢自己要怀惭愧了，惭愧啊。那么地持经里边说，菩萨于善知识听受经法，于说法人有无处不应意念静心专听。就是作为一个在家的菩萨或者出家的菩萨，要去听法的时候，对于所说法的法师应该有五种不应该意念，就是不应该这样去想一个法师，不应这样去看待一个法师。有哪五种呢？第一，一者不念破戒啊，你看菩萨律仪里边都是说不要对破戒人啊升起这种骄慢，升起厌恶或者怨恨。第一是不念破戒，不能说他犯了律仪了，犯了戒了，我不听他说法啊。犯戒是他戒律不清净，是吧？像杀人犯做一个讲座劝大家杀人，这也是合理的，
杀人犯叫大家不杀人，你听这个有没有道理？有啊。所以不能因为他是杀人犯，他在讲法，他在告诉我们不杀人的道理，他讲的就不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不念破戒，第二不念下性，就是不要观法师种性了。《梵文经菩萨戒》里面就是说不得观法师种性，而不来听受咨问法义，或者观法师啊从小贫贱，或者他的种性是下性，像印度有这种占陀罗或者吠舍的种性，不得观法师种性、出身、名声，这样去不去听法。第三个呢，不念丑陋，不念丑陋，不能因为法师长得很丑就不去听法，是吧？你去是听法，又不是去看人，又不是去相亲，干嘛非得法师长得这么漂亮？你看在晋朝的时候，是道生法师还是哪个法师，他就长得很丑陋，但是人家是一代大德，这也是给众生做的一种示现，不要着于这个外相，不要说哇那个师父长得好庄严啊，那都是花痴的行为。法师长得庄严跟他讲的法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智慧又不在脸上，所以不得观这个法师丑陋不丑陋而去听法。第四者不念坏位，不念坏位。什么是坏位呢？就是法师讲法呀，法师也不是佛陀啊，他讲法的时候会出现缺漏，或者一些文艺啊，与经文不对啊，或者记错了语句啊，这些都是可以原谅的，不念坏位。他讲坏了的地方自己知道，哦这是法师自己不够圆融不够圆满啊，但是他讲的其他的法都是自己要学的，所以你取其精华取其糟粕就可以了。五者不念坏美言。什么叫坏美言？就是有的法师讲法金刚怒目，特别的严苛，就讲法的时候就是说这种很严格很严厉，是吧？时常呵责大家，呵责。有这种法师啊，讲法的时候就是不苟言笑，说起来就老是指责大家的过失。其实这是善知识啊，善知识。法师就是要指出大家的错误，指出大家的这种过失，让大家迷途知返，这是一种善知识。不应该说这个法师呢老师不说赞叹大家的话，老师不说就是说怎么样像哄小孩子一样哄大家的话，那就不去听法了，那不可以。这就是说与这种说法人有五处不应意念。第一不念破戒，第二不念种性，第三不念丑陋，第四不念坏位，第五不念坏美言。那第九条清戒是受用受僧用物戒。若优婆塞受持戒已，受招提僧卧具床座，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敬有座。这种受用呢，大家要注意区别。你像有些义工啊，为护持寺院，到了寺院里边要用寺院的床铺啊，或者说被褥啊，这个是不犯的，发心护持常住。这里所说的受用呢，就叫第一是不具有惭愧心，第二呢是一种肆意使用的心，第三呢是长期占用的心，就是这种种种的这种不正的心来去受用僧伽蓝内的这种僧物，这个是犯轻罪的啊。因为寺院里所有的这种供养啊都是什么，都是道粮，成就众生，成就出家众和有缘的在家众再次修道的资粮，都是资粮啊。这如果我们没有
没有护持三宝的心，没有亲近三宝的心，没有恭敬三宝的心，而在这里肆意受用，那么就是说，这是叫受招提僧物戒，就破这条戒律了。那么这条戒律呢，还有一种就是对于出家众来说的，如果一个人出家了，在寺院里啊，没有好好的安心办道啊，心不在道上，其实这种过失比在家到寺院里去用这些僧物啊，过失更重啊。所以不在于人，而在于心，我们是以什么心。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在戒律里边叫僧伽蓝民，就是在寺院里，因为寺院的维持啊，它不光需要出家众，有很多事情啊需要在家居士来做，所以寺院需要有一些常住的在家众啊，优婆塞、优婆夷，那么这一些跟寺院有缘的长期护持的这种居士呢，就叫僧伽蓝民。在戒律里边，佛陀给他一个很好的定义，叫僧伽蓝民。他既不是出家众，也不是普通来护持的义工，他就叫僧伽蓝民啊。那么他们在寺院里呢，担负着寺院的日常事务的这种维持，所以他们功德也很殊胜啊。第十条戒就是饮有虫水戒，若优婆塞受持戒已，与衣水有虫，故便饮之，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就这里啊，一个很重要的 一句话呢，就是衣水有虫啊，就关于水里边有虫子。那佛陀呢，在世的时候对出家的比丘众是这样规定，就是我们看这水里边有没有虫子，要用肉眼看，不能用天眼看啊。如果有一天你修行得了天眼通，不能用天眼看。为什么？用天眼看的话，就是佛观一钵水84000虫，用天眼看，这再干净的水里边它会有很多很多的虫子，那就不能喝了。所以说只能用肉眼看，用肉眼看，看不到里边有蠕动的小虫，这个水就可以饮用。那么佛陀制定这条戒律的时候，是按照当时的人的生活习惯，印度的水资源比较稀缺，你看那时候水肯定很干净了，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渴了，你当时候商业也没有这么发达，没有到处买矿泉水的，怎么办呢？就到河边上去取一点水喝啊，这是根据当时的生活习惯有关。那对我们来说呢，就是现在就好办得多，是吧？现在卫生条件也提高了，并且有种种可以饮用的水，都是经过处理的，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有虫的这种现象。第十一条戒律就是险难独行戒，若优婆塞受持戒已，险难之处无伴独行，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那这一条戒律呢，对我们人生很重要。这条戒律就是告诫我们不要去冒险不要拿着自己宝贵的生命去冒险，什么攀岩，什么蹦极，是吧？很多人喜欢冒险，不要险难游行，知道危险，知道有这种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身体有损害的可能，就不要去了，不要去了，不要去冒险。冒险呢，是跟我们自己的生命做赌博，没有意思啊。你看西方很多很多现在的娱乐方式、运动方式都是西方人发明的，西方人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么喜欢冒险，是因为西方的文化里边没有给他们人生一个正确的指引。他们以前是信上帝的，
现在西方人又不信仰了，没有信仰，不信仰上帝了，他们的哲学又没告诉他生命的道理，他们也没碰到佛法，怎么办呢？自己有钱，社会福利这么好，整天闲着没事干，怎么办呢？他就自己想办法去寻欢作乐。所以他们西方人的这种冒险不算什么呢，这是一种放逸心，是吧？我们前面第二条节里就是讲到不能单乐饮酒，他是单着的世间的乐，他认为那个自己很有快乐，很有成就感，其实呢，其实是对生命的一种浪费。我有一年听到一个故事，说美国一对攀岩的这种夫妻啊，这两口子志趣相投，很有志气要攀岩，结果攀岩的时候两个人一起，这个女的不小心掉下去了，叫了一声，男的顺手就抓住她了，结果两个人一起掉到山谷里边了。你说人的生命意义在哪里？对他们来说就是攀岩吗？攀岩有什么好追求的呢？所以啊，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就幸运，我们能遇到佛法，我们知道我们要好好保护这个身体，虽然不贪着这个身体，但要好好保护它，好好利用它，利用好这个身体，我们可以学佛修行成道，可以利益众生。所以这个身体对我们人生来说非常宝贵，非常有意义。不学佛呢，不学佛他不知道，他就要挑战这种身体的极限。你看西方什么吃辣椒比赛，吃汉堡包比赛，真是吃饱了没事干了，这都是，是吧？真的，你说那些比赛多危险啊，人吃那么多辣椒，人受得了吗？人吃那么多汉堡包有什么意义？还要去斗牛，那么多人跟个牛过不去，是人去玩牛还是人被牛玩？你搞不懂啊。所以不学佛的人这个思想就空洞迷茫，他就不知道人生大好的时光，健康的身体能做什么，多可怜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幸运啊，佛陀告诉我们，是吧？第一，不能单着世乐，不能饮酒作乐，不能被种种的功巧技艺所迷惑了，所左右了。另外呢，还不能这闲难游行啊。另外这个闲难游行呢，孔子在《论语》里边也有这样讲一句话，他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一个人选择这个居住地的时候，或者去出行地的时候，要这样以这个为准则。比如说那个国家发生战争了啊，你旅游啊就不要去了。那个国家正在内乱，政治不稳定啊，社会不安定，你也不要去了。不要说我去看一看啊，啊，我去练练胆，别练，你胆还没练好，可能把小命你也练没了，真是不值得。啊，所以啊，我们要选择自己人生的安处之地，就是择善而居，择善而处，择善而从，择善而友。这个善一定是吉祥安乐的地方，不要去那些太闲难的地方啊。第十二条呢，就是独宿尼寺戒啊，这个是对在家男居士讲的，优婆塞讲的。那么对于女居士呢，尤其是年轻的女居士啊，如果这个寺院里边没有其他的女众一起作伴，就这个寺院里边没全是住的男众，一个女众啊就不好单独留在男众的寺院。那男众呢，如果住在一个寺院里边全是女众，没有其他的男众，你也不可以这个单独住在这里，这容易引起畸形。但是这里有其他的男众在住了就可以啊，并不是说啊，我自己一个人去了寺院能不能住啊，不是这样，而是要考察这个寺院里边有没有其他的同性的这种居士在住。
这就叫，这是一个读与不读的判断准则。No.